哎，砍你！我看你！那就直接传送回去吧。快速旅行。为什么？太难了吧？被当狗打哎、欸！真的，有点爽。近距离砍，知道吧？没有，我砍一只五只五十在跳。嗯。买物资的是跟谁买、啊？这个后面这边吧，这边。嗯，小心走错边了。这里，这里，我头会头。这边，这边。升级护甲，装备升一升好了。可以升护甲、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快点，我给你买盒子。好啦，怎么每次都要讲一次同样的事情？对啊。好，护甲。我拿到新的手枪哎、欸。我也解锁了哎、欸。在这边。跟这个人讲话，你刚我们刚不是拿奇特的，对，奇特的硬币跟他讲话，他给我们一把手枪哎、欸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是后面那个女生吗？对，哦，攻击力75的小手枪，赢了！原来是我们装备没有换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来啊！刚不是嚣张，又还是被打，当狗打。攻击75的小手枪哎、欸，先买八个体。哇，现在在强化小手枪。哇哦！可他只有24发，而且打超慢。真的有比较强吗？犹豫。输了。犹豫。都把钱都拿去进装备了。看一下，强化还是强化六级？特性可不可以洗掉、啊？短指，等一下，我是伸错鞋子啦。看一下我的鞋子，啊，伸错鞋子，教徒鞋。这个冒险绑腿没用，还扭来扭去，天哪！他好烦啊。购买，有没有贩卖啊？冒险短甲，哦，这样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换我身。
打死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跳完了没？跳完了，等你跳完。不服。我在复活过程是无敌的，我都不行打哦。哎、欸，杀死！在水晶处复活，你真打在这里啊？哪里搞嘞？哟啊！在水晶处复活，复活，复活！我也想复活，你要帮我复活。要等繁星过啊！来了，啊！旁边突然多一个人，哎、欸，怎么弹出来？哎，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飞出去啊？谁知道？正在等待另一名玩家确认快速旅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我们要去地球那边啊？地球。对啊，有一个创始人的藏身处。点那个没错啊。哦，所以哦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要继续打刚刚那一只喽。好。好。创始人藏身处就是一开始的起始点嘛。嗯。嗯。啊，会不会打得赢呢？我觉得这把枪没有比较强，因为子弹数太少了。是啦，等于跟多了散弹枪四发而已。对啊，真是没比较强的感觉。底下，啊，哦，哎，哎，我还在用龙心在偷砍我，掉了，掉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掉？怎么没有蹦蹦蹦啊？对啊。我在流血。哦呦！哦，哦，掉了，掉了。啊、哦、啊！那个烟啊！哇！那个烟都没有提示说你旁边等下蹦烟出来那种感觉啊！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！等一下，叫了叫了！啊啊！那你炸了套啊！我觉得这把枪不好用。嗯，我感受到了。好，换武器。你这边可以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放下。好，虽然原本那把伤害只有25，但是好用多了。嗯，今天目标就是把这关打完，打过，然后就打到明天早上了。我来了。走吧 ，Go。哪里？底下。哎呦！
干什么干什么？看死你！看死你！看死你！走喽！走喽！哎、欸，卡墙壁！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呦，这个烟过分。哎呦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躲在那边干嘛？猫咪哦！看哪里？底下吗？我没看到他。下面。哎呦！啊哦！毒物，你看到他在哪里啊？你下吗？看到他了，哦，你下掉了，毒物，哎呦，啊，我被毒物弄死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啊不行不行。剩一个半，他才剩一个半而已了。我一定要加油加油！我、啊、靠！哎、欸，你可以救吗？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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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救不到，刚才还没救完，还没救完，叫牢叫牢！有炸哦！但我救不了哎、欸！啊！被炸死了、啊！加油加油！还在？我快死透了！最远的那个样子、啊。我要死透了！啊靠！杯干了！我真死透了！不救了不救了！好。二四六七只，七只哦，七只哦，七只哦。八。哎，又流血又感染的，看不到在哪里。太多小怪了，真的。那黑色那一瓶，随时要多买几罐。啊！被卡那个毒烟真的很过分啊！血色狗，我刚有一波是连续四颗五颗都爆头，嗯，所以伤害掉很多，他掉他破一大个啊！走喽！哦，真恐怖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，炸了一下。炸到一下，在哪里啊？你看到他在哪？在后面，掉了。四下，五下，爆头五下。